我觉得最艰难的时间应该是在就是过年，就是中国年过完之后的那1个月的时间，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我觉得这个状态可能最不好的是心态上的焦虑吧，并不是说啊我没有办法营业，或者是没有办法工作，没有这个订单什么的，这个其实都是就是因为平时也不可能说是天天都有订单，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会有焦虑感，就是每一天都会有这种很紧张的，因为看着那个数字不断的上升，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焦虑。出一趟门，然后就会大家都会自动的去保持那个距离。就那个大环境会让你有一种紧迫感，会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会经常自己测体温啦，在家里。这很好啊，这个应该的。会有害怕，对，这是心理上的一些焦虑，对。然后但是怎么缓解这些焦虑？我就是会保持每天的就我觉得这段时间其实也很好，你可以看书。可以去自学一些东西，就是平时很忙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就是停下来去休息，或者是去给自己充个电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段时间还对我来说就是我的一个充电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就是我可以为我的复工做准备。